刘烨爱臭美，熟悉他的粉丝都知道。刘烨还爱吃醋，特别是儿子女儿比他更具人气，他心里非常嫉妒。近日，安娜带着诺伊、妮娜到剧组探班陪刘烨，见到久违的老婆孩子，他拉着老婆孩子拍照。然而他在分享照片时却耍了小心机，晒出儿女的变形照，让粉丝怒了。刘烨晒出与太太安娜的依偎合照，在阳光下照片很有画面感。轮到诺伊妮娜，就在黑暗的环境中，本来可爱的诺伊妮娜愣是被刘烨用图片特效变成了大长脸，美貌不在。有网友替俩孩子委屈，怎么摊上这么个坑娃的爹，嫉妒小宝贝的颜值不择手段。也有网友炮轰刘烨，你一定是故意的，欺负我们盖世美男子诺伊没有开微博，心机婊。网友发挥 PS 的神力，把刘烨和诺伊的身份反转，诺伊抱着刘烨的照片超有喜感。网友向刘烨挑衅，心机社长，一家四口你最丑了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上海报道。